大家好，我就是网络传说深山哥。今天分享的小技巧，我相信对很多人都有帮助。我有个朋友是卖牛肉的，然后他最近两天跟我说，有几次他被别人骗了。怎么骗的？他卖了牛肉给别人，然后别人说用了扫一扫二维码收付款嘛，可是钱没有到账，别人却把牛肉拿走了，他就不知道，因为那时候比较忙吧，你一边卖牛肉，别人说扫码了付钱了，你就说嗯就走了。后来几次发现不对账，现在我教给大家的这个功能就是说，收款的时候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立刻知道。好，我们废话不多说，首先打开微信，点击钱包，然后再点击收付款，好，再点击二维码收款，好，再点击小收款小账本，看到没有？下面有个收款语音提示，只要你打开这个功能，别人说用二维码扫一扫付款，一旦付了，你就会收到信息。好，今天的小技巧就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可以在我的微信公众号给我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无有抒情张离，今有网红深山哥。